大家好，今天我来到碧龙宫啊，这个碧龙宫呢又称为龟宫庙，那以前有它的故事在，那大家可以自己上网去查。那以前来到这边呢，我是来这里寻找化石。在一旁厕所这边呢，往现在一位穿绿色衣服的大哥那边走，那边有一些石块，上面有化石。那大家可以听到啊，在山上又听到卡拉 OK 的唱歌啦，台湾人最喜欢在山上唱卡拉 OK 啦，厉害，赞，好吧。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化石吧，从厕所那边啊走过去。这边走啊，有一些石块可以观察到化石。在这个步道上，我曾经发现有那个含有化石的一个墓园，那我们现在来找找看。这里有了，上面一些白白的啊，都是化石。那这种化石属于贝类化石，也可以称为杂化石。那有的地方呢，这种母岩如果它岩石质地比较好的话，可以整块岩石做切割，变成一个很漂亮的石桌。那桌子上面有一些贝壳化石的纹路。那这边没有发现海胆，那我们继续寻找。又看到一颗母岩，那上面也是有许多白色的化石。那这也是属于贝类的化石。那基本上这个已经很混杂了，看不出来是什么。这个应该是珊瑚化石。那以前我也是不知道，那玩化石就是慢慢的学习啊，去看啊，多看人家的文章啊，或者是请教别人啊，那慢慢就了解。这应该是珊瑚化石。这边有一个池子吧，上面有一些长的不知道是什么。然后这边呢可以继续登山，但是今天没有要继续爬山，因为边拍影片呢边讲话也蛮累的，又在爬山。那就算了吧，啊，到别的地方看看喽。那今天就拍摄到这里了，有空大家自己也可以到郊外啊，多走走，多看看，然后说不定会有惊喜的发现。那祝大家一天愉快，拜拜。